把大厨带回家。龙眼啊，那个味道帮你调好，好好吃哦。主厨在我们家，这个绞肉冻、香菜粉下去，松露乳肉下去，用果冻、鸡丁都可以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豆腐啊，海带啊，我们东西都把它放进来，豆干什么，而且鹿板哎，鹿板的青菜，完全都大升级。我以前阿妈就这样做嘛，姜啊跟这个香菇哦，先把它爆香，传统绞冻啦哈，然后卤肉啦，好把它倒下去，汤汁吸的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稍微把它拌一下的香菜。哦，这个香菇油快做完，就拿那个直接打开，也不用加热的，不用加热，直接给它放上去之后，因为这本身入口即溶，取代卤肉南瓜米粉，咖喱粉、汤包、炸炒米粉，那就更的完成啊。对。